栗子好吃哦。中午下班了，栗子吃的话就在外面去吃个快餐。嗯，明明点儿啊。那菜哟，今天来得早，这里菜好丰富。鳄鱼烧鸭，还有鱼肉，番茄炒蛋，有十多个菜哟，任意吃哦，自助餐。哎呀，看到你的牙口啊！真的安逸。屋头可以干，可以做生意。兄弟们。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快餐好吃不怕远哈。今天又过来吃快餐，你看菜打起了，还打了碗蒸蛋，那个蒸蛋泡饭下饭超级的爽哦。现在开始吃哈，大家你们中午吃饭没有？这边吃快餐又来得早哈，又来得早啊，十点多钟老板就开始饭菜端出来了，菜就多丰富的。如果来暗点的话，饭菜就不是那么美丽的了哈。老板里面还有个房间，里面还有空调，这边还有外面呢，就是风扇，大排风扇吹起的哈，还有安逸，是吧？这边来吃饭还是要凉快。我们在公鸟煮葫芦里的哈，那血丸多吃一点有好处，因为它是吸灰尘的哈。这对面就是工地。当下左右都是工地，所以这老板的那个自助快餐呢，10块钱一个人，还是多实惠的。老板也薄利多销哈。这蛋好香啊！平凡的一天啊，想念吗？不追不赶，慢慢走回家。就这样许多的话，我牛肉汤圆了，还有好多，干的牛皮，还有大肉，混蛋。哎，老板，你过来的，你二十五块吧。哎，给端个蒸肉啊！哎，谢谢，我来端的，把那蒸肉烧呗，随便吃。还有兄弟们，梅菜扣子烧呗，安逸哦。哎呀，来个视频，拍视频。这边吃快餐，真的是素菜、荤菜呀。多好吃的，你看那荤菜、梅菜扣肉，还有粉蒸肉那些，鳄鱼烧鸭子，都是多实在的。喂，那还煮好久？还煮几天了？微微酒一阵阵，欢歌笑。味道可以哦。可以哦，说是安逸，一点10块钱，便宜又实惠哟，都是我们做工地人这边来吃。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，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。